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235页，235页第7行，三代说净土经论，部类差别里面的第3段。前面我们看到有同步的，有同类的啊，那么还有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一切经的，常常提到净土法门啊，提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呢都算是代数，代数的经就多了。净土经论合看里面有240多种，在台湾有净土丛书，在大陆有净土藏，这都是后人呢编辑，凡是经论古大德说到净土法门的这些典籍，通通都收集在这些书里头啊，丛书里头。净土确确实实这净土藏是相当可观。念老在此地跟我们说，这还是略举其要，遗漏难免啊，可见的世尊当年在世，无论讲哪个法门，为什么？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啊，世尊教学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总是随缘不攀缘，恒顺众生，不特别要求他学什么法门啊。连韦提希夫人遇到家难啊，求佛帮助他啊，向世尊请教法界虚空界里啊，有没有
纯净纯善，没有作恶的处所，他想求往生。释迦牟尼佛将一切诸佛刹土用神通显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选择。啊，不是主动叫他、劝他啊，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没有，让他自己选择。啊，他选择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看到世尊如何应机说法。啊，他主动挑的好啊，他喜欢呢、啊，这些契机。啊，特别介绍他很少，啊，那只有他的父亲，那关系不一样。他劝父王念佛求生净土。啊，不是让父王选择的，啊，是他劝的，对维提西夫人让他自己选择，啊，这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啊，佛印机我们如何学习，啊，绝不勉强一个人。下面这一段解释黄念祖老居士在此地六局十二种啊，那真是240多种啊，举不胜举啊。我们看他前面这一句经文啊，这一句注解说：“佛有诸经论。”经佛说的，论是菩萨历代祖师大德的著述，都称之为论。虽不专论净土，但以代摄称赞极乐，劝导往生。其中昭著者如，这昭著是最明显的。那《法华经》《悲华经》《随愿往生经》《文殊说般若经》《目连所问经》《摄往生经》《观佛三昧经》《佛记》《文殊当生极乐》《文殊法愿经》，那是文殊菩萨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入楞伽经，佛在这个经里头受记，龙树菩萨将来他生息极乐世界，所以龙树菩萨在极乐世界。啊，毗婆沙论，这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多论也是龙树菩萨造的，啊，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造的。这都是非常著名啊，历代祖师大德讲解净土经论的常常引用的。啊，后面说净土经论约百数十部。啊，以上就本经部类与代摄净宗经论略取其要，至于还有密布的、密教的，啊，有关净宗的典籍，为数尚多，没有列入。啊，因为那是属于藏文部分的，啊，那我们还晓得蒙古大藏经、满洲文的大藏经。啊，里面收的都很多。
第七，部类差别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看第八，仪、会、教、社。前面有个简单的解释，仪指本经的原译本，原译本总共有12种，失传了7种，现在保留下来的5种。佛经传到中国，翻译之多，无量寿经排在第一。非常可惜，有7种失传了。会是会集，教是结教。只有一种，只根据注种留下来的这个5种原译本，王龙书第一个会集，宋朝时候人，他只看到4种原译本。唐朝宝积经里面，无量寿如来会龙书居士没见到过，所以这一本里面也有重要的经文，其他4种本子里头没有的，这就是汇集漏掉的、漏失的，不完整。那么失传的就没办法了。我们相信，有可能这些失传的本子里面呢，有些经文，这个5种本子都没有的。这什么原因？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不止一次，很多次，在不同的地方讲，有不同的听众，所以传到中国来的原译梵文本就不止1种，就是不相同的，有很多种不相同，根据古人的判断，现在5种原译本里面发现梵文的原本至少是3种不同，那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说3次以上，因为后面7种我们不知道，这就发现了世尊当年在世这一桩事情，他是多次宣说，在一切经里头没有这个现象。世尊当年在经讲经只讲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那这个就是特别法门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完全体会到了，佛出现于世只有一个目的，那为什么来？帮助众生离苦
的路，就为这桩事情。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失真相来的。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不知道啊，所以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错误造成六道轮回啊，造成设法界，设法界跟六道轮回确实没有，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梦幻泡影。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六道跟十法界在梦中有，醒过来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六道是梦中之梦，为什么？六道醒过来了，还有十法界。设法界再醒过来，真的醒过来了。啊，轮回梦中之梦啊，迷失在这个里头，怎么能出得去？啊，佛出现帮助我们。啊，用什么手段呢？用讲经教学，这手段。讲经教学的目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那目的就达到了。那么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只有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佛不能不传呐、啊。佛要常常传的，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啊！那佛陀在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啊，这叫2500年前、3000年前，没有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最高级的是马车、牛车、啊、鹿车，这些交通工具。所以，许许多多人一生住在他的老家，别的村庄没去过，叫老死不相往来。佛要度众生，必须要示现啊种种不同的身份。哪个地方缘成熟，佛就到哪里去。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适合哪一种法，就教他哪一种法。所以，现身不定。说法也不定，无有定法可说啊，这样才能够普度众生啊，度人如是，度天人也如是，度畜生恶鬼也如是。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媒体传播快速，把地球变成一家了。那全
环球旅行在今天是轻而易举，许许多多人啊都有环球之旅的经验。地球，所以有人说了，地球村呢，地球变成一个村，人与人的关系密切了。那么现在宗教一定要整合啊，跟过去环境不相同。过去这个宗教信仰都是老祖宗传的，祖祖相传，大家都相信啊。是学另外一种宗教几乎都不可能，不知道有别的宗教啊。现在知道了，每个地方都有投注宗教啊，必须要统一啊。怎么统法？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啊，没有高下之分，互相尊重，这就对了。啊，汤恩比说得非常好，在今天核子时代，人要不觉悟，要不整合，要不同意，很难避免文化毁灭的灾难。这他说的，文化毁灭意味着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怎么统合？一定要靠宗教。啊，那么宗教跟人生关系太密切了，几乎是任何文明、哲学，包括科学、意识形态，通通不能代替。啊，它对跟人类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这个世尊多次宣讲，那必须要会合啊。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汇集本，无量寿经在中国的汇集三次，第一次王龙书，第二次魏默生，第三次下联句，啊，戒教本是前清乾隆年代的彭继清居士，他是根据曹魏康生楷的一本，啊，所以他不是汇集，他是一种本。就一种本子，删繁就简，成为一个容易理读诵、容易理解的一个版本，啊，也做得很好。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给他做注解，啊，他的注解也是用译经注解。啊，叫前注，已经注进，注得很好。
那么摄摄食饭就是注解啊，注解读这个经，在中国注古人注解只有两种，在日本大概有30多种啊，日本古大德的注解啊，韩国也有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这个经《无量寿经》在古代啊，朝鲜跟这个日本学习的风气比我们浓啊，中国人因为看的译本太多，有5种，而且内容啊差异很大啊，这么多本子，用哪个本子好？所以就不愿意学《无量寿经》，学《阿弥陀经》。对《阿弥陀经》用的功夫很深啊，《无量寿经》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出现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无量的欢喜啊。李炳南老居士早年在台中讲过一遍啊，我们这些学生接受了这个本子，啊，所以全心全意的来弘扬，啊，这个本子影响很大，啊，它的好处，把极乐世界介绍的清楚、明了，啊，让我们真正的因这部经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本子难得。去年得到来佛寺海贤法师给我们作证，啊，这个老和尚112岁，不认识字，他的善根稀有啊。什么是善根？老实、听话、真干、真诚、清净、恭敬啊，有这样的心态，所以20岁出家，师父就看上了。这是佛门的大气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他是师父的好学生，真的是依教奉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20岁出家那一天开始念，112岁往生，念了92年，没有拐弯，没有失掉。那我们还记得地贤法师的徒弟郭鲁江，也就一句佛号，地贤法师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3年，站着往生了。那
锅炉匠的善根跟海鲜法师一样，老实、听话、正干。往生的时候，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啊，这个锅炉匠，我们知道的不多。海贤法师住世112年，一生的行迹，知道的人很多。啊，晚年大家给他落了一个冠体，啊，这个冠体应该不是有计划去落的，啊，要带着小摄像机，啊，看到之后就给它落，然后把它凑在一起，啊，不是有计划的。没有设计，随便落的，啊，那就非常真实，非常可贵，啊，我们看了这个光碟，他的徒弟送到我这边来，我看了30多遍，啊。印智法师带给我看，我看出来了，他开悟了。啊，哪一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见到西方极乐世界4次，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第4次是往生，佛来接他往生。啊，他告诉人，这个境界，我过去见过3次。从来没提过，没告诉过任何人。人家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他说了一句，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我们知道，云公当年建第一个念佛道场，啊，带着大家一起念佛求生净土。那个时候的经就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往生论》都没有翻译出来。啊，净土宗、开宗啊，只有一部经，所以称为净土第一经的。啊，连往生呢？4次，都是先前见佛。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见佛多少次？我最保守的估计，至少10次以上。换一句话说，他跟阿弥陀佛老朋友了，见面次数太多了。那有人问他，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
他说我有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赞叹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留在世间表法。表法什么？做念佛人的好样子。你不要名，不要利。万缘放得下。又非常勤快，不偷懒，做事情认真，待人谦虚，真的是持戒修福，太难得了，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所以我们相信112岁这个年龄大概是阿弥陀佛帮助他延长的。他自己的寿命我们估计应该是70-80岁。那么佛给他延寿，至少延寿了30年。表法，实际上表法里头最重要的法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部书。见到这部书之后他就可以往生了。所以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4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去看他，他不认识字，他问他这书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一听到这个名字欢喜得不得了，好像等了很多年呢，想的宝贝一下得到了，马上穿袍打衣，他最喜欢的衣服穿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来给我照相，最后一个表法。这个法表完之后，阿弥陀佛就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本书表什么意思？表他给我们做证明。第一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用怀疑，真经。汇集从佛教传到中国来，翻经的祖师大德就曾经做过汇集。这些汇集的经书都在大藏经里头。这本书幕后幻注问答里面讲得很清楚，把这个汇集原原本本说出来了，没问题。而且汇集里头还有人把经文里面的字改了，大藏经都有。那么这是一般反对汇集本事，汇集跟翻译不一样，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字，每一个字都要是原经本上有的，不可以改动。那么夏莲老花了10年的时间，3年完成，7年校对，一次一次的校，会有没有这个问题？字字句句
都是原本的原文。那么换句话说，汇集本里头最好的汇集本，没有改动一个字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夹杂在里头啊，终于原一本啊，证明这是汇集本里头，不但是无量寿经，所有一切汇集的经书里头，这汇集的最好啊，确确实实，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原话，原汁原味也。那么第二，给我们作证的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那个时候的身体很不好，6年的时间啊，集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总共193种，注解这部经正确的，没有错误啊。第三个给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啊，十几二十年，就依这个无量寿经，每天读诵讲解学习，都依这个本子，没错啊。老人最后的表法就这桩事情啊，因为这桩事情国内外反对的声音，反对的浪潮，是佛教史里头史无前例的，这么多的人这么严厉啊，几乎让我们对这个本子丧失信心。阿弥陀佛，刘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啊，让我们信心坚固，愿心不动摇，好好的学习，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看完帖啊，看完他的报告，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帖这个报告，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啊，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所说的理，所说的事，所说的修行方法，海贤法师统统做到了啊，他把这部经论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它是我们修净土、念佛往生最好的榜样。啊，3天之后，他就往生了。往生表演的，令我们赞叹佩服啊，他晚上往生的，没有告诉人啊。往生这一天从早到晚，他在菜园里面整地啊，从天亮一直坐到天黑。有人看到了，老和尚天黑了，
可以休息了。啊，他的回答是，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大家听到以为是不平常的话，就没有想到他那个不做了是一语双关，他往生了，那一天晚上往生的啊。然后大家回味回味，哎呀，这一段时间当中老和尚有很多事情是跟平常不一样啊，原来他早就晓得他哪一天走啊，各个地方老朋友都去看看去辞行。啊，有人说你往生我来给你助念，他说不必，助念不牢靠，靠不住啊，往生要自己有把握往生。啊，老和尚生活习惯，晚上睡得早，早晨大概两三点钟就起床，啊，烧香、拜佛、念佛、绕佛，这就是他的功课。啊，平常念佛大概开头念的10分8分钟，大声念，大声念完之后就小声念，小声念完之后默念，啊，不出声。叫金刚持啊，口嘴唇动没有声音啊，无论是工作啊，日常生活当中，他的佛号从来没有间断过啊，为我们表法，让我们对经宗，特别是对这部经典，这一部注解，要有坚定信心。啊，因为夏老说得好，没关系，老居士的序文说得好，世尊末法9000年，啊，在9000年当中，真正能得度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部注解。我们的选择选对了，啊，一点都没选错，啊，所以有汇集、有注解的必要。那么下面这一段，啊，第二，本经译本，啊，原译本。翻译的，自汉到宋800年前，一共有12次的翻译。啊，宋元以后，非常可惜，只留下了5种译本，啊，另外7种呢失传。我们知道中国印刷术，印刷宋朝时候发明的，宋以前这些书本全都是手抄本，啊，所以知道啊，手抄很辛苦啊，啊，佛这么多的经本大量的翻成中文啊，到宋朝主要的经典全都翻出来了。隋唐是最盛的时代啊，从汉到宋啊，宋以后翻译就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本子经名翻译的人都列在此地。
第一个是无量清净平等觉境，这是按翻译先后顺序，这是汉朝时候最早的一本肉汁沙门支路加称依于洛阳，洛阳是那个时候的首都，这个本子现在在第二种佛说诸佛阿弥陀三业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一名无量寿经，一名阿弥陀经，这是吴，这个吴是东吴三国时代的三国时代的吴国肉汁优婆塞在家居士之前翻译的，那么以下简称为无疑简称无疑。那么第三无量寿经，曹魏也是三国时代，三国是曹操、孙权、刘备，这大家都知道。印度沙门康僧铠译于洛阳白马寺，这个本子译得好，在现在五种原译本里头这个本子翻得好，所以大家读无量寿经都采取这个本子，传到日本传到韩国全是这个本子我也称作唯一那么第四无量寿经如来会，唐朝时候南印度三藏菩提留志翻译，那么这个经呢出自宝积经宝积经里面的一会叫无量寿如来会那么这称唐译无量寿经，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会集，这个本子他没看到让我们联想到龙书居士的身份，他的学问，他的地位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五种原译本他都没找到，只找到四种，这一种没找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逢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的本子不圆满了，缺了这种这种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他的汇集本里都没有知道古人付出的心血留下来的这些奠基今天我们得到了
啊，难得下莲居老居士在抗战时期啊，战前他就开始会起啊，抗战将结束的时候才校正圆满啊，前后用了10年时间啊，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回集本啊，让海鲜老和尚来给我们做证明。那么幕后一本是宋朝翻译的，最后翻译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西域沙门法贤译的，这称宋译。下面接着看的是失传的其中。啊，我们看239页念老的注解原文，根据开元释迦录，就是说这个经的在译经史里头有经名，有翻译的人，有卷数，但是书找不到了，书失传了啊。第一个是无量寿经两卷，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慧远大师在庐山创办东林念佛堂啊，这净土宗第一个道场，员工领导大家一起共修，所用的经本无量寿经。那么这个无量寿经非常可能的是安世高翻译的，但他失传啊。安世高是早期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翻的东西翻得好，完全用意义啊，不是旨意，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以后就是鸠摩罗什大师也是用意义啊，在中国翻经史上这两个人是最受欢迎的啊，最受尊重的两位大德。啊，第二种呢，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也是两卷啊。曹魏沙门只是出家人，啊，伯夷遗于洛阳白马寺，这也没有了，这经失传了。第三种叫无量寿经，也是两卷，晋沙门竹坛摩罗多啊，晋那个时候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发户，他翻译的。第四种无量寿智真等真觉经两卷，又名《洛佛图》啊，这个叫念要要佛图洛经，又名呢极洛佛图经，东晋西域沙门
诸法力翻译的。第五心无量寿经两卷啊，第六第七经名相同啊，翻译的人不同啊。东晋切毗罗迦毗罗卫国沙门佛陀波陀罗翻译的，佛陀翻作鸠，波陀罗翻作贤，的晋朝时候中国话啊，译于道场寺。第六种呢，名称相同，心无量寿经，宋朝凉州沙门宝云译于道场寺，这道场寺两次翻译。啊，最后第七种，也叫心无量寿经两卷，宋寂宾国沙门檀摩罗蜜多啊，宋朝翻成中国的叫法秀啊，他翻译。那么以上您现存总共啊是八个朝代，八个朝代12次翻译，真界啊，真界日本晋宗祖师的注解，翻于注经中，传译之深，无如经卷。啊，从印度传到了中国来的经，12次翻译的，但只有无量寿经。啊，有多次翻译的，像《金刚经》6次。啊，但是是同一个经本，内容大同小异。啊，跟我们这个经不一样，我们这个经差别非常大，特别显著的是原文，这是绝对不应该犯错的。你看有两种，24元，有两种48元。还有一种有宋译的，宋译的36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差误。那任何翻经的人都不可以这样，哪有这么大差别？啊，这肯定是梵文原本不同。那就说明世尊当年宣说多次宣说，不是一次。啊，特别看到就是代说的啊，说华严的时候说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九路，法华经里面说了啊，在说其他经部里头常常提到净土，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啊，这个古人统计应该有200多种经论里头有这样的经文。啊，所以无如经卷，传翻译之甚，无如经卷。四乃以出世真意，利益无边的，这是真的。那会疏里都说，凡于一切经中传以甚然，无如经经，是乃道理有水，利益最上故也。这两个注解都是日本古大德著作啊，两个人对于这个看法完全
相同。那么最后这一段说明本经的为佛多次宣述，且诵习者多，梵本传习者多。啊，梵本有多种，存是留下来的，默是失传的，啊，详略不同。啊，繁夹写本又容易脱落，故今注译本甚有差异。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繁夹就是梵文本，至少有三种，必定是所依据的原梵本不同，才有这样的差异。可其汇集注意，实有必要。啊，这是我们揭露。念老注解里头的重要的文句，在一般场合介绍本经，下面是念老注解的原文。我们看他的原文：存世五种，差异较著。啊，著是显著，非常明显，不似《阿弥陀经》之念矣，与《金刚经》之六矣。《阿弥陀经》鸠摩罗什翻译过，姚琴时候，啊，唐朝时候，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带的有梵本的《阿弥陀经》，他也把它翻出来了。啊，所以《弥陀经》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但是内容大同小异。啊，能够看得出来，罗什的一本跟玄奘一本是同一个梵本。那么大藏经里现在《金刚经》有六种翻译，其文之详略虽稍有异，而且内容呢实实相同。啊，《金刚经》六种的译本，原本大概是一种，六个不同的人翻译。啊，当然文字不完全相同，里头设的意思完全一样。啊，证明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梵文本。啊，那么回头再看无量寿经，啊，经经是无量寿经，五种翻译本，不但文字详略差异悬殊，且内容深广有佛有意。下面举最明显的例子，例如弥陀因地大愿汉译无译这两种本子是24愿，啊，那么宋译的
是36元。魏译的康僧铠跟唐译的大宝积经如来会啊，这两种译本是48元。且愿知内容过矣，也不复一佛不同，可见出入之巨，这就出入太大了，不像是同一个原意原本。那么现世流传呢，为义较广啊，现在流通的就是五种原译本流通的康僧铠的本子最多啊，大家喜欢看他的本子啊，真解之处一汉无两矣，对教为本，初举大者即有八矣啊，最明显的八种很大的差异。若与唐本对简的略有七矣，今不相录。这样没有写在此地。至于宋译与注译差异更大啊，他的原文只有36。那么下面这就大家来研究这桩事情，注意何以不同？留下来这个六种啊，五种原译本，为什么不一样？清朝神善等居士《报恩论》里头有一段话说：“其所以不同之故。”六考注经又有三段，啊，第一个以手巧拙不同，翻译的人程度不一样；第二呢，梵本传写不同，啊，古时候经都是手写的，手写的有的手写漏掉了。啊，这个很有可能。还有梵本是穿线，穿很容易断，断掉之后，那个贝叶湿掉了，丢掉几片，这个也常有的现象。啊，那么第三种呢，本师前后多次宣说不同，释迦牟尼佛。啊，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听众，啊，看到这个众生里头有这类根基，就是说他能信，他能愿，真正能信，真正发愿求生，佛是决定要把这个法门告诉他。啊，为什么？这个缘分太难得了，这是当生成佛的佛法。跟其他的经不一样，其他经你学了未必一生能成就，这部经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遇到根熟众生，佛一定会说啊，纵然一两个人得利，大众都听了，都种善根，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多次宣说，本师300余回说法，既然多直归净土，则自然屡说不一说。啊，每一次说的不尽相同。啊，而应呢，随时随机，开通大义。意义不一语，显然可知。这个推理很正确。
啊，符合逻辑，啊，正确的推理，一定是师尊多次宣说，故知无量寿经，乃佛多次宣说，阿难及其返本不言了。每一次宣讲的做一次集结啊，那么译者翻译的人所据版本不同，且以笔之巧拙又有差别，于是译文自然差异啊，这是我们特别在《金刚经》六种翻译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它是同一个底本啊，梵文的原本同一个，六个不同的人的翻的文字不一样啊，但意思大同小异。啊，神士神善登居士佛名梵本义务之音啊，说明梵本容易差误，什么原因？盖梵家皆写本意志脱误，如汉译大本经耐而切实，以下错误数十字，文意不贯啊，经文意思不能连贯下去，当中断掉了啊，这什么原因？背一间可能丢了一页，当中有一页不见了啊，那个时候的背一间大概是一片上写四行啊，贝多罗的书页不是在纸上写的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能看到啊，看到背一间啊，一部经用个布包起来的，两面打洞，用细线穿起来，那个断掉之后一散开就很难把它斗起来，所以有这个问题在。又42章经藏本与石刻赵文明的写本，就是赵孟頫啊写本，借藏外大藏经没收的流通的古本，章节前后多寡各个不同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42章啊，最初翻译的。那么而与法院诸林所引的又不同，且有一切经音义所折的，而注本呢皆无折，大抵诵习读传写读而得设一同一读，因为都是手抄本，我借你的本子来抄，可能漏掉几个字，可能写错几个字，这都很难讲的，而且很普通的事情。那何况在那个时候
经本全是宋朝的，宋朝以后才有木刻本出现。那宋朝以前全是宋朝的，啊，有也，这也是沈居士的话。真解云：以审注意，审是审查，啊，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是翻本广读啊，至时传写文义，沉默详略不同，可见真解与神事异同。对这个问题看法，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有相同的看法。啊，繁假写本呢，又容易脱落，故今注本甚有差异，就是很多差异地方。日本日西斯一同神师之书啊，日本这些法师都是在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的啊，他们大多数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回国之后把净土宗带回去了啊，所以现在日本的净土宗派别很多那么他是意义文具与经经啊，他们现在所采用的经就是唯一本康僧开的本啊，跟这个本子来对照，稍差异者不少啊。啊，这什么缘故呢？师父就想想，啊，我们想到多一本，亦是不同的版本，每个人抄的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抄的时候，不知不觉加了几个字进去，有时候漏掉几个字，这都是很常见的。我们抄过书，把我们所抄的抄完了之后，再去跟那个原本对照一下，哎，里面就有差错，有多的几个字，有少了几个字。啊，所以这都很平常的事情，都传者不易，故知是也。啊，也或非也是说，这也有想到，也有可能。啊，或者不是释迦牟尼佛同时所说的，例如般若诸经，以此经如来。本怀处处异说，至此多本，盖此大悲之基础也。这个意思很好啊，啊，为什么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本怀怀是希望，佛希望什么？佛希望众生
一生圆满成佛。就像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不希望他拖很长时间的，越早越好啊！啊，这部经可以叫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不但成就，是圆满的成就，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佛遇到众生，不说这个经，说什么经？啊，不说这个经，说别的经，是那些众生跟那个经有缘，是这个缘故。啊，过去生中他曾经学过，现在在讲这个他挺欢喜，他听得懂，很熟悉。啊，这是佛应机说法。说净土的不相信，难信之法，那不相信就不说了。啊，你喜欢的我就跟你说。八万四千法门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不是如来的本怀，如来的本怀就这一部经。啊，阿弥陀佛看到如来本怀的经出现了，会有这么多人怀疑，会有这么多人来反对。那怎么办？啊，所以说海贤修得好。啊，什么叫修得好？他老实，别人相信他。啊，他来给大家做证明，大家没话说。啊，所以用他来表法，用他来做正转，三转法轮，他来做证明。啊，证明慧济文是真经，大家不怀疑。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见解是没有错误的。是可以信受的。啊，再证明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走错路。信愿持名，必定往生，这是如来本怀啊！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处处艺术，艺术说的不一样，但是劝你往生念佛是一样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无量寿经啊，各种版本差别这么大，所以至此多本，盖此大悲之基础。释迦牟尼佛啊，大悲心的基础，希望众生一生得度啊。不管怎么个说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叫你信，发愿求生，至持名号啊，这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决定没有错误。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这些大德，中国的、外国的啊，借主本经乃世尊多度宣说之法，实有所据。那很多人有这个看法，释迦牟尼佛在世劝人修净土绝对不是一次，
啊，常常劝人要净土。啊，所以阿难的集结，在不同场合、不同的说法，他全部都把它集成经藏。啊，提供后人做参考。这个里头还含着一个密意。啊，这个密意是什么？这个地方揭穿了佛陀大悲基础。啊，看出佛陀度众生的心切。啊，处处宣说。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一句是主轴，千遍万遍都不离这一句话。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把它誉为四个字。心愿持名，这就是净土无上法门，这就是净土圆满成就。啊，下面的举例。列入本经唐乙本名无量寿如来会，你看那大宝积经中啊，一会之文啊，足证佛说宝积经时也宣说本经啊，佛讲大宝积经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把西方极乐世界做详细的介绍，这就有例子啊，证明了说宝积经时说的这部经，神师有云：“未以文辞详瞻，义理圆足，故自来讲家多觉之。”这是说康僧开的译本。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外国讲无量寿经都采取这个本子啊，就是这个本子翻得好啊，文字翻得好，在这五种本子比较，你一看就晓得了。那无论是讲理讲事都讲得很圆满，圆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大家都用这个文。那么唐乙的差于相近，该同一范本大宝积经里面所说的，跟康僧开的可能是一个原本啊，为什么呢？里面的义理大同小异啊，这就说明是一个本子。那么宋乙一生名长，最后这个本子，而词句前后大异，差别太大了，这是另一个本子，不一样。汉以无以而已，文词比较着色不好读
啊，而意也有相不悖的，这又是一个范本啊，这是古人的看法啊，所以审视虽未能直从古番家取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以推知当年番家至少有三种，故知审视之说可信。神居士在佛门也是知名的学者啊，他这个说法可以相信。至于他是有认为无疑只是同本异义，各本差异只因疑者意落不同，实未能复人，这个说法一般人不服啊，说得太牵强了。例如本经小本、秦唐两仪、罗什大师因情人上解，乃是十方佛为六方，此成疑者应机之妙，文解应机而行义无实啊。这举个例子，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本子跟罗什大师的本子是同一个地本啊，但是罗什大师用意义，你看十方佛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啊，他只说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啊，玄奘大师的本子直译的，除六方之外还有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十方啊，这个是文字不相同，但是意思是圆满的啊。六方就是十方，十方就是六方啊，所以这是应机之妙，经义不实，是实为疑者之遗漏与善巧。啊，这是对于中国人爱好了解啊，对于中国文化他深入了，他了解了，才能翻得出来啊。意义最好的前面是安世高，后面是鸠摩罗什，安世高是汉朝啊，鸠摩罗什是唐朝，是这个六朝时代啊，姚秦至于本经注意之差别，大意于是啊，跟前面所举的例子不一样，且义理之深广也不相同故不应是以人义路不同啊，不应该这样看法。列入弥陀大愿，这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乃净宗之缘起，与本心之刚从，而生念毕生之愿，正是弥陀大愿之髓精髓。啊，那么这个愿呢，见于魏唐两仪，而汉武两仪之愿文当中没有。啊，这个不应该没有。啊，那么若魏唐两仪的四十八愿与汉武两仪的二十四愿呢，只是以彼开合不同，则实难自圆其说。世间焉有如此大胆的一人，敢率自意妄善大愿之心髓，啊，把这个第十八愿生念必生给删掉了。啊，那这个翻译，古人说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无甚，这样翻译是堕无间地狱。这么重要的经文怎么可以把它漏掉啊？所以这是决定讲不通的。啊，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把这个问题讲透了。故知彼时所居原凡本不同，方有此意。那换句话说，决定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多次宣说，那佛宣说是因人而异，啊，佛是应机说法。一定是让听者生欢喜心，让听者生信发愿求生净土。啊，根性不同，佛说法不同。譬如《论语》里头，啊，孔子讲孝，学生来问他什么孝，孔子答复每一个人讲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应机说法。孔子一生提倡仁，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啊，仁怎么个讲？什么意思？学生问他，他的答复也不一样。啊，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无有定法可说。啊，中国古时候的教学，老师教学生是一对一，完全其气。是学生有成就啊。现在的教学啊，古时候教学是重的，像竹子一样一根一根的，能出人头地。现在教学一刀切，横的，一般几十个人程度是一样的，就一刀切了。一刀切什么？那个苗子能出头的糟蹋掉了。所以想一想中国从前，它真有道理啊。啊，四十学生，一个老师教二三十个学生，这里头有悟性很高的，我们讲反应很快，人很聪明，
这种反应快、悟性高，能成就圣贤，要帮助他提升，成圣成贤，迟钝啊，笨拙的，不能举一三反的，这个人就不教了，知道什么？他提不上来的，只教他认字，啊，读书写作。将来他可以学手艺，啊，学经商，学务农，学工业，啊，可以养家糊口。他走这个路子，啊，不是个个人都能成圣成贤的，啊，所以老师高明啊，学生当中哪几个，啊，看中了，要好好教，这人有出息。啊，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啊，个别教学。啊，顶多程度差不多的两个人。不可能有三个以上。啊，两个人从前做方厨，啊，老师做当中一边一个。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学符合人性啊，这些根性啊，容易成就啊。真有好学生，老师是真教，老师没有嫉妒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可高兴了啊，学生出人头地，超越自己了啊，自己一生秀才，学生中了状元了啊，这老师最开心啊。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又如无疑，二十四院中有过五女人，与莲花化身之甚远啊，无疑的本子。而魏唐两仪虽居四十八院，四十八院没有这两句啊，过五女人莲花化身没有这两句啊。若为原本是一，注意只是开合不同，再请问无疑此二愿从何而来？那何以二十四愿中有之，四十八愿当中没有？可见注意所居之原家不也，这是很明显的证据啊，就是他们用的原意的底本不一样，都是无量寿经，底本不一样啊，证明这么多的底本，阿难集结时候都是照佛在什么地点讲经，在什么处所对哪些人讲经不一样，佛说法也不一样。啊，所以一定是不同的原本，从上之理。可见呢，汇集注意，实有必要。啊，那么这个状况古人就有啊，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早期翻译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形出现。那么这个译经大师怎么样？
把其中间合在一起，就等于说回气合在一起啊，有用圆晶体，有用会以后一个晶体，另外用一个晶体啊，像我们这个本子，晶体是会气的啊，佛属大乘无量寿庄严是送一本，清净平等觉经是汉一本。你看，两个经体合上，把当里面重复的去掉，连经体都是原一本的经体，这个会的好啊。很多会籍本把题目改了啊，像王龙书居士的会籍本叫大阿弥陀经啊，他把题经题改了啊，经题上没有大阿弥陀经啊，他称大阿弥陀经啊，可见会籍注意深有必要，是以从宋至今，王龙书彭二莲魏默生与先师夏莲居诸居士这些人通通都在家啊，都不是出家的，先后君臣教会本经啊，教是彭吉清结教啊，王龙书魏源也魏默生夏莲居这是会籍啊，那么有四种会教的本子，有四种，第一种大阿弥陀经，诵过学见思，这个国学进士他的学位像现在的博士学位啊，这是最高的学位了。龙树王日修，龙树就是现在安徽舒城啊，舒城桐城我们那个小县叫庐江，这三个小城距离很近，明清桐城派根据地，桐城派就从这条发扬光大的啊，王居士他教籍。第二个呢，无量寿经，清朝菩萨戒弟子彭吉清戒教。第三个摩诃阿弥陀经啊，清菩萨戒弟子陈观邵阳为缘会议啊。第四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民国菩萨戒弟子运城夏莲居会籍啊，这是会教本有四种。
啊，我们今天所选择的就是最后这一个下联句的汇集本。为什么要选这个本子？后面华严祖老居士有详细说明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